女星杨秀慧自1981年出道，至今已有42年，凭借直率的个性深受粉丝们的喜爱。她的爸爸是台湾喜剧泰斗阿西，从小就跟着爸爸到各大秀场表演，长大后自然而然的也跟随爸爸的脚步进入演艺圈发展。孝顺的杨秀慧经常带着父母外出游玩，一家人的互动十分温馨。日前她发文晒出了爸爸年轻时的照片，表示有网友说爸爸年轻时跟阿翔很像，对比图曝光后立刻掀起热烈讨论，不少网友都认为两人的神韵的确有些相似，不过人大赞阿西比较帅。有趣的是，有网友认为阿西年轻时跟南韩男星玄彬比较像，并自制了两人对比图，引来部分网友直呼玄彬真的有像阿西耶，真的太神奇了。you